旺角清场拍档被捕，云海电邮教宗救阿祖。昨晚的清场行动好恐怖啊，好多人被警察拉了。有眼力的网民还发现疑似是云海的电台节目 partner 阿祖一样被人拉了。其后云海就在他 Facebook 上证实阿祖被捕的消息，他还 send 了 email 给梵蒂冈的大使馆，希望转达给教宗方济和梵蒂冈国家通讯社记者。他在电邮入面形容阿祖是一个坚持和平理性的天主教徒，昨晚是因为担心市民和学生会受到武力镇压，所以才去旺角，希望对方可以关注事件。云海还说教区已经派人到警署营救阿祖，不知道这个外国势力有没有用呢？